谢谢，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！感谢大家。心里边明白什么呀？这掌声啊，也不是给我们的，那是给谁的？给我师父郭德纲的。哎，郭老师。给于谦老师的。对，这个我们呢，一上台来啊，就头一个节目也明白，啊、就是给观众一个熟悉剧场的过程。哦。让大伙儿对周围的环境有一所了解，找找位子。对了，因为本身不认识我们，是吗？但是能报以热烈的掌声，我估计可能有的是认识他。我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谁认识？为什么这么热烈的掌声啊？啊，期待您，都找我吗？啊，老话怎么说呀？什么呀？千呼万唤你出来，名气大。您怎么这么没学问呢？怎么了？什么叫千呼万唤我出来？这不老词儿吗？老词儿千呼万唤使，反正甭提这个。你出来呢，大伙儿就痛快了。我对不起大伙儿，让您难受了啊！你看，不是，这是角儿。谁是角儿啊？角儿怎么是角儿了？我角儿，哎哎，大角儿。也是啊，我就是废水。你看这哪个角儿啊？腕儿，没有腕儿，大腕儿不是有知道的谁呀？我觉得观众鼓掌就是欢迎您的，哪有鼓掌的呀？但话说回来，谢谢大家，对不对？谢谢。鼓掌是人情，不鼓掌是本分。哎，这对，就是今天的本分人特别多。您仔细听听，这都是人情，这都是看我师父的面子，大伙儿爱戴，对不对？给我们一个小学生一个自我介绍的过程。哎，得说说，简单说一说。嗯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嘛，这是句老话，好坏都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。您说吧。介绍一下，我叫张克伦。是他旁边的这位呢，是张克伦的搭档。大家好，我们两个人呢，从合作到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。哎，这 long time。 您先等会儿吧，哪儿的事儿去了？我这回连名字都没有了，还不如刚才那角儿呢。我是您这么大腕自个儿说呀？我没名气，您不说介绍一下我吗？我在台上不能宣传淫秽的东西。我怎么我这名字得翻墙才能看出来是吧？对，你自个儿说。您要不说我就说。你说一试试。我不用试。来，大家好，我叫别叫声，吓我一跳，我的天，您吓我一跳啊。真要说呀，介绍一下吗？万一有人不喜欢你怎么办？怎么会有呢？这么多人保不齐有一位退票，多尴尬呀。您这不早了？您这叫蛊惑观众吗？这不是。那你说吧。您这抬杠了。这我听听。您这，大家好，我叫郎鹤炎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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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还想不想痛快了？名气没有名气，人气演员都喊退票呢。这是德云社当下最红的演员。你别多想啊，他们要不乐我也不那么想。我这红着呢，火着呢。嗯，郎鹤炎郎老师网上有视频有图片啊，最近有，但是这两天可能扫黄屏蔽了。我怎么还有翻墙这事儿呢？他们嫉妒您，诋毁您。我什么视频扫黄的屏蔽了？我就是说您漏点的。我这好好的哪漏点了？脑袋上没穿衣服。这脑袋上不穿衣服叫漏点？他们嫉妒您。别听他们的，现在演员红一点火一点就遭人非议。哎，不喜欢了。德云社人都捧谁来的呀？谁呀？就是捧我师父郭德纲。对，于谦老师。您说过了，这都是明星大腕，人家才是角。一会儿他们就上来了。嗯，真的说良心话，在这个舞台上我还是比较紧张的。您呐，第一次来到咱们这个温哥华啊，真的啊，能站在这个舞台上，首先来说得感谢我的师父。那对，当然还有后台的全体师娘。没错，没有他不是。全体什么？不是全体演员。哎，对对对，演员说漏了。那个不是，怎么没有这事儿？没有，就说没有啊。我跟你说，什么叫就说没有啊？就是没有，压根儿没有。对了，我们连自己人都骗。对，您这学谁呢？这是哪儿的事儿去了？别笑了，别闹了啊！真是人都明星大咖，在台上也怕说错话。哎，难免的。真的，因为毕竟没有那么高的学识。哦，您说学问呢？对了，学问咱也不高。是吗？你看，都德云社没有太高的。又说到这儿了，您瞧瞧，
都了解。我师傅的微博倒是没看过吗？郭老师微博好啊，平常你别看他总发个知乎者也语言哉的啊，其实他自个儿都看不懂。对，你离死不远了啊。我师傅学历就是小本。就什么叫小本呢？小学本科。嗨，小学就没有本科啊。真的。于谦老师。于老师呢？幼本。那甭问了，幼儿园本科。对，嗯，岳云鹏。小岳是胎本。对，好嘛，就这十个月的学历呀。对啊，还差点胎教肄业。对，那意思差点没活下来是吧？反正能活下来是个奇迹啊。这不是奇迹，德云社来说为什么要提他几句啊？怎么说我呢？为什么说是他是红的演员呢？我就穿得红，学历最高，还行，让人家刮目相看，知道吗？别别别，您留着点眼睛啊。真的，嗯，这是北京清华的落榜生。我这拦着你没拦住啊。怎么要拦我呀？就别提我清华落榜那事儿。没考上清华并不丢人啊，那不露脸，谁还没有个梦想呢？啊，对不对？考清华人是失之交臂。哎，这个词儿很准确。考清华当时是差了620分。我那不是，您先等一会儿吧。我失之交臂，我差620分啊！我是大傻子。你别那么高调，我是大傻子啊！干什么？谁高调了？这句是疑问句，我是大傻子啊！我不打算跟你聊天了。你这自己在这报号来了，我是大傻子。我不是差620，都知道620620的。620620，我考了620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并不要高兴，考了620也没有考上清华。我是因为那年的录取分数线是10000。对，所以就失之交臂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您您，我这胳膊多长啊？620，10000，10000分吗？没有这事儿就。是差一点，没差那么些。哪年10000的录取分啊？反正没考上清华。哎，但是也报考了自己理想的学府，我的第二志愿就是蓝翔技校。我学的是挖掘机专业。对对，我这您先等，您等会儿吧。您这都不像话，听谁说的？我蓝翔毕业的呀？听他们说的。还挖掘？对呀。哎，不是，挖掘机不都一个沟吗？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好，双学位，双学位，这叫硕本连读。你跑这盗墓去了是吗？还双学位，挖俩坑是怎么着啊？不是了不起吗？不是蓝翔，不是蓝翔，不是，怎么新东方？新东方干嘛呀？美容美发。我这模样美容美发啊啊！脑袋是不是贴膜了？你们家往脑袋上贴膜？磨砂的。谁告诉你的？你摸摸是高清的。不是蓝翔，也不是新东方。哪儿？我北京的大学，北工大。还是非得说出来，北京工交大学。对，你知道吧？学的是倒档系。您就我都没听说过工交大学倒档系。这毕了业都不能往前开啊。那是考研的事儿。我怎么不考串儿去呢？我怎么还烤串儿啊？北工大是北京工业大学。北京工业大学。计算机学院。计算机学院。对。学的是学的计算机学院。计算机嘛。对对对，对，计算机学院。对。学的是 BB 机的维修与管理，对吧？我学那玩意儿干嘛呀？我怎么不学小灵通的销售去呢？那我算了，嗯，但是别瞧不起人计算机学院的，人家因为他在妓院当中，我可算是。等会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吓到我了，知道吗？你吓到我了，我是从那儿出来的。计算机学院，简称妓院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自己说。有。有，你跟我倔强什么呀？我没想到校友都在温哥华呢。全世界都这么简称。哎，是，但计算机学院，两码事。我知道，嗯，您在妓院当中不是头排吗？对，一样啊。那照相的时候在头一排。你把话说清楚了，一个是照相的位置，一个是工作的性质，你知道。
年年都拿奖学金啊，这倒是，对不对？毕业之后分到了东莞。对，我没去过，我上那儿干嘛去？计算机呀、啊，我这东计算就计算机呀、啊。那您误会了，那我是 HR 专业毕业的。不是计算机吗？我上那儿干嘛去？我给人打卡去了，我。我倒忘了，没去过吧？没去过，算了，不提他的过去。对，因为每个人都是我这模样还有过去呢，就啊，就算了，不提好不好？没有这事儿，学历高着呢，还行吧？羡慕人家，没必要。因为说良心话啊，跟他在一块儿来说，咱们有点自卑。您怎么了？没有那么高的学问，您也不要妄自菲薄。哎，知道的字儿少，认识的事儿不多。你瞧瞧，咱学历更甭提了，是啊，初中都没上。哎呦，那是差点，小学差点没上完哦，真的，但是我并没有骄傲。对，说两句话，谁夸你了？您都不学习还骄傲什么？学习这东西得是兴趣和爱好，不能逼着人学哦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老师天天考我们啊，哎呦，学尤其那个语文，语文老师怎么样？一上课我最怕这一句话，什么背诵全文，哦，那是为了加深印象。看上这话，整个人生都崩溃了。嗨，天天考我们唐诗宋词、要不考我们作者啊，诗仙是谁？李白、哦、诗圣、杜甫、诗王、谢逊。对，然后是谢逊，那不是金毛狮王吗？什么毛？白眉鹰王、哎、好家伙呢，还有蝙蝠鹰啊。狮王是辛巴，动画片狮子王。对呀，哦哦，您学那是狼狗，那是狼王，狼王加内特。我跟你说，我这都知道，这我都知道。那是明尼苏达的啊，那无所谓啊。反正我认为狮王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屈原。怎么又屈原了？只有屈原给我们留下了三天假期。你怎么还是想着玩去吗？不，屈原真正有能耐啊。您了解吗？屈原是那个河北人，河南人，河南人 对, 对，死在了湖北的汨罗江。嗯，面对着滚滚波涛的江水，抱这本《离骚》，心里边感慨。感慨什么了？那你说这是能啥来？这是，哎，屈原还是驻马店嘞？那帮鬼孙儿，咱不学骂谁呢？啊？看来咱这个石还是不够凿啊。这屈原也不洗澡，你看这。得了，不活了，嗯，撕了吧。啊，撕了。投江里边死了。对，后来不有粽子吗？哎，那不人们怕他上来往里边扔粽子、啊、给我下去。不下去，给我这，我让你留作业。我这个，您等会儿，您把老师联想成屈原了是吧？你老师不是这样的，你别侮辱我们老师哈。我没侮辱，跟老师是有两码差距的。嗯，老师对我来说是很神圣的。对，一直我认为老师就像蜡烛一样，哎，燃烧了自己，烫伤了别人，他是照亮，照亮别人。你老，你离老师远点好不好？不是，他那时候他老说我们嘛，鞭策我们、嗯、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现在不努力，长大当难记。我跟你说都得努力。你们这老师是东莞毕业的？我说他是你的授课老师？没，他不是我的，那是我前辈。那是不是那时候老考我呀、啊、考您，考您会吗？唐诗宋词他老盯着我，盯着您，您能背下来？什么木兰辞那么大长段让我们背，什么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，不闻机杼声，惟闻女叹息，问女何所思，问女何所忆，女无所思，女无所忆，昨夜见军帖，可汗大点兵，军书十二卷，卷卷有爷名，阿爷无大儿，木兰无长兄，愿为师鞍马，从此地爷征，东市买骏马，西市买鞍鞯，南市买辔头，北市买长鞭，可以鼓掌了。书上写的，书上写的，哪有这四个字呢？有，你背过这个吗？我没背过这个。背哪个可以鼓掌了？您瞧瞧，您这南山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学过吗？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，你知道几个呀？出师表会吗？你会啊？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花光预算。对，后来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后来就没去，对不对？那能还去吗？那不是回去了，我就这两句就打不了仗，这是钱都花没了，我还去什么去？我去您那是出师表还是去东莞呀、啊？这个我这少提这个，您别老说这语文的东西。你的母校 不露脸，咱有露脸的呀。您有什么露脸的？小学差点没毕业。那个时候咱不爱学语文，咱有别的科目喜欢啊。什么科目？美术课。
哎，这不是主科。那怎么了？画画嘛。哈斯，你别瞧不起画画的。啊，那倒没有。很多名家都辈出啊，您都知道吗？那当然了，齐白石啊，画虾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徐悲鸿啊，画马，是李苦禅画鹰，嗯，黄胄画驴，哎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蒙娜丽莎，乐呵的，啊，谁画的这个？蒙娜丽莎乐呵的，这东北老铁画的，这是干嘛呀？你现在扎心了，老铁，我扎你干嘛呀？啊，不是蒙娜丽莎的微笑没有乐呵的，梵高的。我的个天哪！梵高的向日葵，啊，星空你看过吗？我看过，对不对？后来我发现啊，咱这国学国画，就咱先学国画吧，啊，先从那个中国开始。人家那四位都是画动物，我也从画小动物啊。您画动物是吗？但是临摹，哎，这词儿倒对，明显感觉高大上了吧？啊，这一个词儿有什么的？您临摹什么呀？临摹小动物是蛆，嗯，就这还高大上呢，这个。蛆怎么了？多恶心呐！我又没让你吃，合着您吃过？不是一个小蛆蛆，卡哇伊的小蛆蛆怎么了？我天哪，他觉得蛆卡哇伊，他觉得蛆可爱。那分你怎么画呀？啊，您要怎么画呀？画那么一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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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那蠕动哦。哎呦，很可爱的呀！代表作品《八蛆图》。嗯，我们就知道八骏图、八匹马、八只蛆，那有什么可画的？开心蛆、悲伤蛆。卖萌区，流氓区，好嘛，哪儿是小蛐蛐？我看出来了，就最后这只蛐是本色出演。小时候那时候看这个，什么小时候看这个这？都还有什么呀？哎，百蛐争艳，百蛐争艳，对，不就是万蛐抢屎吗？要说它是蛆能吃什么？您琢磨琢磨是吧？还争艳，还艳疯了，一百只蛆围着你转。那我也不太喜欢他们。艳丽的艳，模样啊，大眼的蛆啊，双眼皮蛆哦，玻尿酸蛆。对，他够那一针的钱吗？这个管着吗？啊，万蛆奔腾，多那就是马桶冲下去了。金陵十三蛆，您这得少说吧？这个这，对不对？小蛆蛆找妈妈，小蝌蚪找妈妈。我们这是小蛐蛐找妈妈。您这都是什么童年啊？这是怎么了啊？看的童年的小故事改的呀？那能改成这个？当然画一只小蛐，哦，蠕动蠕动，历尽千辛万苦找他妈妈呀。嗯，蠕动碰着一个苍蝇，正吃饭呢。要不说艺术源于生活呢？小蛐蛐过去，你是我妈妈吗？嗯，还挺萌。我是你二姨，你上那个坑里去看看去。嗨，这蛆可不就在坑里吗？哎呀，蠕动到那个坑里，嗯，碰着一个屎壳郎，啊，正推粪球呢。您上班呢，人家。您走。我是这粪球啊。行，你看着我妈妈了吗？刚被我推走了。得，我又成蛆他妈了。小故事啊。没有这故事，您这童年都不能。不是。你有童年吗？我也有童年呢。拉倒吧，你生下来就三十了。我娘胎里待29年呢。对，她生下来是个肉球啊。她爸爸啪一刀劈开了，她来个空手接白刃，哈。你说这不是妖精吗？这是。父王，为何这样对待孩儿？哈，妖孽，为父拿宝塔收了你。这不胡说八道。后来给你起个名字，啊，叫哪儿托，是不是这个？什么叫哪儿托呀？哪儿托闹海都听过这个呀。哪吒宝贝儿，哪吒闹海，正字念哪儿托。哪吒这哪儿托哪儿呢哇哪儿。你这拼音是跟那勾鸡那儿学的是吧？哪吒哪儿哪儿哪儿呢哇哪儿 where。你说什么 where？啊，哪儿 ？Where？ 对了，哪儿脱？啊，哪吒英文名叫 Where Take Off。对 ，Where Take Off is 在海边儿。还是天津人，也在海边儿，在海边儿，在海边儿干嘛？在海边儿调戏龙王，你嗓子给我搓到后背啊！走。说半天就离不开那些东西，我跟您说吧。什么离开什么？您这什么动画片看的？这是小时候都看过。您别老看着这哪吒，人家挺好的，你说这干嘛呀？哪吒，哎，那你哪儿脱？你别来这哪儿脱哪吒。金
金脱木脱哪儿脱吗？自己的这金扎木扎哪扎？扎塔李天王、啊。哦呦，多疼啊！扎塔李天王，脱塔李天王。对呀、啊，哪儿脱？你去找那龙王错后背去了啊！你看，你看，犟不过人家说，错不死你的，我跟你说。那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问哪吒是哪国人？你我告诉你，记住了，哪吒是中国的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哪吒是韩国的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对了，你不要问住了。你问哪吒之前是什么变的？你想好了再说，别给我胡说八道。想好了。哪吒之前想好了，欧巴。你看，他都说欧巴啊。他说的欧巴啊，变的。别不要脸了。我说的是欧巴，不是欧巴啊！别，你口音的问题，这哪是口音呢？这是，就是郊区的。我跟你说，那倒是棒子倒算咱们郊区啊。温哥华郊区，我跟你说，温哥华干嘛呀？哎哎，那我问你，哪吒为什么只穿短裤？这谁知道去？你不知道？不知道？嗯，告诉你记住了。你说，哪吒之前穿的是长裤，那为什么短裤了？因为风火轮燎没了。腿毛都烧没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大家，可能他到温哥华有点水土不服，是把脑子拉大西洋里了，是怎么了？你会聊天吗？你哪儿的事儿？这不胡说八道吗？这都正解，哪儿就正根了？你看，你看，不了解胡说八道，不是了解。动画片看过吗？简单点的，嗯、蓝精灵看过吗？蓝精灵看过呀，对不对？一共是七个，个头不高，跟白雪公主的爱情故事，这我没看过。蓝精灵跟白雪公主啊。蓝精灵跟谁啊？蓝精灵跟格格巫啊！哦，对对对，蓝精灵跟格格巫的爱情故事，这个还爱情故事，在森林里展开的野战。您觉得、啊？怎么了？我发现您是东莞的高材生，我是。你别老提这地方啊！我老提这地方，野战干嘛呀？野外的战斗，简称野战啊！您不要简称，现在这个简称信息量太大了。那就野外战斗。野外外战，外战外战也比内患要强，是吧？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嗯、知道吗？蓝精灵跟格格巫，蓝精灵跟格，蓝精灵个个身怀绝技。哟，这我不知道。你尔等不晓得。哦。哎，尔等不明白。嗯、哦，就说我不明白。嗯。尔等知道个屁！我就知道你。前两个都懵了啊？什么意思呢？我是大傻子，明显心理状态就是这样的。也不知道谁是风火轮燎没了，你瞧瞧。蓝精灵个个身怀绝技，那你说说，有能吐水的，有能吐火的，有能隐身的。老七最厉害，脑袋上有一宝葫芦，就拿下壶来，打开这个塞儿，对准格格巫，我叫你的名字，你敢带吗？格格巫吓坏了，拔出宝剑来，我是希瑞。一道金光召唤出来五个兄弟，个个背着黄金圣衣，嘴里边喊着口号，代表月亮消灭你们。这时候来了一个黑猫城管，把手枪照着天空，啪啪啪啪，打出四个大字，写的是掌声随意。行，好好好好好，哇，您这真好，您这谢谢谢谢，我这都不会，我说我给您好好学学，我给您提个建议吧。您说、啊、以后咱看正版的。我这有一点盗版吗？废话，动画片你都看碎了，知道吗？证明咱有童年啊！您这看过这些、啊？您好好看，您别西方的一说，您说这个。西，你来到这儿你就得说点西方的吗？是，您说对的，我们不挑毛病。咱既然在这儿，就是说西方的《格林童话》，看过吗？看过，看过。看过《格林童话》有一个叫《灰闺女》，嗯、对，这知道吗？没有。灰姑娘，灰闺女，姑娘，闺女，姑娘。郑钧有首歌都唱了吗？啊。怎么会迷上你？我在问自己，我什么都能放弃，只是今天难离去。你并不美丽，但是你可爱至极。哎呦，灰闺女，得。我的灰闺女，都听过呀，都爱听这盗版的。电影不也演了吗？啊，大片半夜十二点钟，嗯，灰闺女要走，对，王子拉着她的手，是，别走，再待
灭火吧，你等我，我就仿佛看见一只流氓蛆出现了。不是王子，这是王子是这么说吗？王子内心潜台词没有这么独白的。内心潜台词，别走，待会儿，妈呀！这流氓国的王子，这是。回闺女说话了，说什么了？不行，哥啊，到钟了啊啊！回来，你说清楚了，怎么到12点钟了？把话说全了，多说一字没关系，少说俩字要人命，你知道？到12点钟了，得回去了，再不回去妈妈该生气了。哎呦！能不能别这么犯贱呢？妈妈可生气了。你好好说。就是他，童话嘛，小孩嘛，不得萌一点吗？童话小。妈妈生气。可以了。妈妈。行了，小孩可以，你大老爷。他妈，那就回去。开心了吗？好多了。这人就是犯贱，你知道吗？不是犯贱，你他一说妈妈，我老想你那搓后背的那个。童话吧，您萌一点吗？别萌，我们都不了解这童话啊。那你了解什么？您说说，我们能找着共鸣的。咱这那咱甭说西方了啊，咱说中国的。哎，对，大伙都了解的童话，接地气。西游记，哎，这倒。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动画片，那没错，这个四大名著之一，是经典之极。唐僧带着一个猪，对，还有一个不对，什么？没有我，没有你，没有，没有你，缺一人。我跟你说，爱缺谁缺谁，反正没有我。反正。取经的故事吗？哎，主题歌都听过吗？主题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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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啾啾啾！这是主题曲。对了，还有这刚逮住几个妖，第二部又逮住几个魔，魑魅魍魉怎么他妈这么多？对，还有完没完？气死我了！真是个泼猴啊！你这骂街干嘛呀？魑魅魍魉怎么他们这么多？我唱的就是啊啊！魑魅魍魉怎么他们这么多？不是我唱的时候，你把耳朵撩起来听着点儿。你刚才那一唱，我以为那是北京的猴唱的呢。就是这么唱的呀！啊，是。他动画片也有啊。什么呀？白龙马蹄儿朝西，嗯，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。多好听！我小时候听到这歌的时候，我就纳闷儿，怎么了？白龙马蹄儿朝西啊，蹄儿朝西不是往东走吗？怎么？您说他琢磨这事儿，你这，这个白龙马不能这么走吧？来来来来，那挺好，一白龙马怎么拄拐了？你又摇轮椅了是不是？你给个口好不好？您这唱的都那不能说蹄儿朝东，蹄儿朝东没辙运了。谁说的？啊，白龙马蹄儿朝东，驮着唐三藏跟着孙悟空，还真行啊。这不是白听的啊，是不是？哦，当中啊，剧情了解吗？太了解了。嗯，最经典的一个桥段什么呀？唐僧路过一个地方叫女儿国，他就恋爱到这。哎，国王看着唐僧了。哎，女国王吗？国王长得那个漂亮。你要干嘛？可以说是眉黛春山，秋水剪瞳，眉梢眼角，说不尽的万种骚风情。嗯、啊。比花花解语，比玉玉生香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。也不知道这语文都学什么了。哎，看着唐僧了。嗯，玉帝哥哥，玉帝哥哥啊，别走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待会儿嘛去？串了，串了，那王子那蛆又出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失态了，失态了。你失不失态的？你琢磨琢磨啊。失态了。对。玉帝哥哥，嗯，别，没有这个，哎，那个没准的。玉帝哥哥深情款款的唱了一首歌吗？什么歌呢？叫《女儿情》。怎么唱的？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圣僧。女儿美不美？女儿我美不美？这国王唱的不错。嗯，玉帝哥哥啊，没别走，
你给人家都带坏了。重来啊，玉帝哥哥。啊，你们会感动国王的。花这么多钱就学这六个字儿。那玉帝哥哥，求你了啊，就一宿。对，这是国王说的。啊，聊聊天嘛。有这么聊天的吗？唐僧那儿得道高僧啊。嗯，阿弥陀佛，那就来吧。啊，您这不胡说，你先把这挂上，你先挂上。不用，你把手放下，你这尺寸用不着揣着。我就问问你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什么？袈裟。别来这套。袈裟呀，对不对？袈裟只有一边，你这两边挂着的。双纱。双纱。双子。Double Q。你呀，猥琐发育，别浪啊。稳住，我们能赢。没有，还有五秒钟就到战场了。您这学的这都是唐僧吗？这不是唐僧啊，这是八戒。这不是胡来吗？让老猪替你。你等等等等，老猪去就喷他 Q 了，就是。不是，国王很生气啊。嗯，走开，这头死猪。没我的事儿。行，唐僧给你面子，你不要是不是？这要什么面子？走你，走你的，走吧。走走走走。嗯，你以为走老娘我就没人了是吗？老娘您瞧瞧，老娘有的是人，有也没来过呀。好，各个国家的王子都有垂涎欲滴的，我们也没见过。老娘一唱歌都到位。您一唱歌不可能都来，外语啊，外语也不能都搁一首。听着呀，啊，萨瓦迪卡，人要是泰国的萨朗嘿哟，棒子思密达卡莫baby come on baby so this is ne yamade。 别唱了，下面请您欣赏小时候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嗯，好啊，还什么意思？还都在哈，啊，多新鲜呀！哎呀，到我们演出了啊！啊，这个，嗯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刚上来，说什么呢？到我班了啊，嗯，是到你班了，到我演出了。差不多别嗑瓜子了啊。啊，我演出时候禁止嗑瓜子，把瓜子给我放。你哼的谁呢？这是他们嗑瓜子啊，那我就坐这儿。你下去，我说不了他们还说不了你。我怕他们气我啊。真是现在来说啊，观众跟我们演员现在已经成为了一种仇人的关系。怎么说呢？嗯，我最近来说是一上台之后 啊现在老帮着捧哏的欺负我们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形成这种那个不良风气了。这怎么是不良风气呢？啊，现在以前都是我们逗哏的，在台上说捧哏的，啊，观众啊觉得好笑啊，捧哏的就该死，该这样，都是正常流程。谁该这个呀？现在不一样了，嗯，时代变了啊，大伙儿也心疼我们。对，啊，所以看今天来说，观众我觉得挺好的。怎么呢？还是这种比较安静的，就是正常常常的那么听啊，就来听相声。对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是不是？听相声，听相声嘛。对，有些时候观众是为了参与互动。对了，要觉得今天我要没跟他们搭茬，我今天白来了。哦，亏得慌。对，还有的观众觉得啊，嗯，今天两个人在台上说没意思，嗑着瓜子说的也没劲，这我都听过了。哎，这说错了啊，太开心了。哦，这老观众挑错来了。对，新观众听一乐，嗯，老观众听一错，有这话。哎，所以说我们呢，对待这样的观众，我们也得看。嗯，上台来先有两分钟，看看今天什么样的观众。哦，都看谁嗑瓜子呢？这就是分析谁有钱。哦，您分析这干嘛呀？嗑瓜子肯定有钱啊。啊，对不对？那喝茶水的呢？嗯，那是大老板。那肯定，茶水多少钱一壶啊？哦，又嗑瓜子又喝茶水的呢？嗯，
那应该是你们家亲戚。合着我今儿包场啊？那是捧你来的。哦，就是一般来说啊，喜欢他的人啊就居多。是吗？对，今天来说我看有喜欢有知道他的吗？谢谢您。看有知道我的吗？哎，我猜到了。啊，一点不新鲜，这就是您刚才观察的结果。对，我就知道今天这结果。哦，大伙捧着听。但是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怎么样呢？好坏也得知道台上这两位是谁。那您要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，还要自报家门？我叫张鹤伦。是他啊、哦，好安静啊！哎呦，局长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安静哈。这个时候大家都放下了嘴里的瓜子儿。这个他叫郎鹤炎，是我先生。对，谢谢。就喜欢他，不喜欢我是吧？今天确实是我包场啊。哎，他现在在我手里，干嘛？要没有100万，我就撕票。谁说撕票呢？撕！千万别撕！真的，要给我撕了，你就成孤儿了。你们家有1.7米以上的基因吗？你随你妈。你翻翻你们家户口本，多多少少有点。谁家户口本上写基因1.7米啊？你看看，你看看去吧。你这个头多多少少沾点那武大郎血统。没听见说过，霍比特人血统，这都不是一个姓，不是一个国籍的。差不多了，你别在台上别老气我了。真说有一天把我气死了，你一个人在台上你就得饿死。我凭什么呀？你说你在台上你会什么？我在台说相声啊。单口相，你他会说单口相声吗？怎么说？会个六啊！你知道个六啊？难难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会一个定场诗啊，就是会了。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驼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血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将军解战袍。谁都会，后台有一个敢不会这个都枪毙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看见估计没几个了，那是都会这个。这我跟你说，这我刚才在厕所里边背的这段让他听见了。哎，你会吗？我跟你桌子上放个馒头，我跟你说狗都会说。什么？你这搁个馒头狗都会说？我给你拿馒头去。我这你给我撂着，你给我撂着。我没拿去呢。这我们说相声都会这个，不是说会个定场诗就会单口了。人家问你，你会吗？我能不会？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甚龙争哪儿去了？这儿。虎斗。哎呀，这有什么掌声呢？我来一个你们不会的，来个你不会的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来一个我们不会的。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，远自湖北3000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。没事，说对了，大胆点。就那个伤情醉是晚凉天，憔悴斯人不堪怜，邀酒摧肠三杯醉，寻香惊梦五更寒，钗头凤结清月泪，荼蘼花了我无缘，小楼寂寞杏月也难如钩。好，你看这会是吧？二声部。再听这个，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？富贵贫贱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骏马驮着痴呆的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80老翁门前站，3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。人越来越多了。终是关羽断了刀，从此再无回首掏。这听过？回首掏。终是貂蝉出了轨，吕布董卓互相怼。终是猴子丢了棒，紫霞牛魔上了炕。终是达摩剃了头，从此不再用飘柔。这不会了吧？不会也不鼓掌是吗？哎呦，花花气死是吧？我真没想到你有这么高超的要掌声的能力。就是说没有，就是什么样的能耐都感动不了他了吗？是吗？
啊，大伙儿抱着一个欣赏的态度。你说一般我们的能耐啊来说其实不错了，相比他们来说捧哏的就嗯啊这时哀海忧河别停腾，就这么点事。谁呀、啊、多着呢别停腾啊。有没有他们那个口吐莲花那个节目啊，拿扇子打他们，别停疼，你回忆回忆你挣钱的时候。我挣钱时候还没你呢。耶、哪有这个事儿去？不是，有没有这说相声的时候？说相声是说过这个，但不是连着说的啊。对对，不一样，对吧？我们来说其实挺卖力气的，嗯、也是其实也想给大伙儿来不一样的感受，是吧？对了，因为现在来说说说相声不好说。刚才那俩多帅呀、啊！对，现在都爱看那种啊帅哥型的小伙儿，很亮，对不对？你像那个王九龙，嗯，一看我帅。你把眼镜戴上吧，你看他说完，不是大哥说完之后戴眼镜，以为上来错了呢。其实谢谢大哥啊，那个大哥怎么着，聊会儿啊，怎么着？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不是你要喜欢我就扫我二维码。什？你哪有二维码啊？我这胸毛雕刻的一二维码。好家伙，您胸毛还能雕出二维码来？毛码。毛码，你这里边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不是要做的不方便，不方便。嗯，他那码扫不了。加钱可以，加钱，加钱。加钱啊？加多少？你手法太快了吧！哎呦，这没说多少呢，你就把扣解开了。见利就走吧，什么年代了？你也不问问，万一给不给呢？这事儿啊，给多少钱啊？多少钱？一千。二百五。你是按照性格给他付的款是吧？多少钱？跟钱没关系，不是多钱的问题。哦，他免费，咱也不是那样的人。嗯，人家能花个就一张票200块钱到这儿来听，对，就是捧你了。那是，还用说单独花个2万块钱去给我听我吗？多冤得很。什么叫多冤得很？这200多一听次就够了，对不对？人家来看谁的呀？看郭老师。对呀，还有呢？你等会儿，你这是弄谁呢？这是。师傅，那你得这样啊。这样没有那么低，我说这挺好的吗？那您这手指头不对。哎呦，那都是我心中的男神哦，永远活在永远活跃在舞台之上啊、哦、你不摸摸良心，你也摸摸你那二维码啊。不是，咱跟钱没有关系哦，不挨着。对了，说相声就是为了开心，嗯，人来听相声也为了这个找乐吗？对，咱俩在台上呢，嗯，也没有必要彼此的诋毁，压根儿也没有啊。合作多少年了？合作13、14年了。对，13、14年了。你能不能等我说完了再有形体语言？这不13吗？这哪上13去？这个，这不四吗？9+4。好，不知道您这是一海盗呢？您这是9+4=13。嗯，13、14年了。是是是，一块搭档。对，说实话，我们俩来说呀，没红过架，不是没吵过架。没红过架，没吵过嘴。你多少钱退你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5万。不是姐妹，你洗钱来了？没听说，我听相声有干这个的吗？花5万块钱，花5万块钱看我们疯了。看的不是咱们、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好车别爱破道。对对对，什么的？破车别爱好道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，你不是就我知道，你好好说吧。这么多年了，你能不能对我好点啊？我对你可不次啊。我们哥俩来说，在台上啊，有些时候他也是老跟我啊较着劲来。谁跟你较劲了？其实台底好着的，嗯，真的啊。哥俩关系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，你说说我听听。叫青梅竹马。这琢磨这么半天还说错了，人大伙儿都反驳了。青梅竹马说的俩小孩，一男一女，青梅竹马，那咱俩算青梅的交情。俩大老爷们，俩大青梅，你说你酸不酸？你这玩意儿，咱俩算祖马的交情。祖马，俩蛤蟆土豆的是吧？要不咱也找他们俩借两条牛仔裤，跟烧饼一块儿的是？那是牛蛙。啊，这不一样吗？这个不是，这叫你呀、啊！你这么着，咱要这么说，俩小男孩打小好撒尿和泥儿，
他俩撒尿和泥的交情。那时候我撒尿，他和泥。谁呀？自己做个海藻泥的面膜。您等会儿吧，您那撒尿还找出海藻泥来了。对对对。再者说了，这点就不对啊！你东北长大的，我北京孩子，咱怎么撒尿和泥儿？快递。哪个公司能收这个？快递呀、啊！我给你邮过来、啊。快递员一瞧你们狼眼，您的尿到了。我不要。胡说八道，这是。这是您尿到了。没有，你自己捧好了吧？啊。我为了你。你为自己吧。千里扛猪槽子，我为的是你呀、啊。这包袱挺冷的，下回别用了。啊。俏皮话。没听说过。对不对？咱俩反正可以说是这么些年吧。嗯。在一块儿来说，研究作品。对，无话不谈，没有隔阂，对不对？随胸所欲，随心所欲，对，就是推胸致富，推心致富啊，促胸长谈，促膝长谈呀、啊！你那二维码都扎到心里去了是吗？就说没有隔阂，您没一个说对的，不吵架不红脸，交情好，对，但是一聊聊什么呀？嗯，都聊小时候的事儿，毕竟岁数大了，对，小时候。小，因为小时候有些记忆是最珍贵的。哎，儿时的记忆吗？儿时候一开始玩是吧、啊？也没，那时候我们玩的多了，不像现在小孩都电子产品玩。就我们最简单，我比方说跳什么跳皮筋、砍沙包，跳皮筋有。对，比谁尿的远。然后你就打包送过来了。不是有那个跟我那个一发小比谁尿的远，他永远比不过我。为什么呀？那次他喝了两桶水啊，都攒足了劲儿了，刚要尿，后来他妈一把揪着头发。一个小姑娘跟比什么尿尿，这孩子也太没溜了，这个给薅走了啊！就是小时候的事儿嘛。小时候你跟他们一块玩对，哦，难怪跳皮筋呢嘛。对，小时候嘛，哎，嗯，你小时候玩什么呀？我小时候也差不多呀，玩弹球、山羊画、砍包、追人、玩弹球，对吧？基本就是这样。小皮球加脚踢，马兰开花21。28256，28257，28293401。哎，原来你有腿啊！废话，要不刚才我怎么上来的？猴叔报完幕给我推上来的。他小腿就这么短，你甭管那个，露着展示展示啊，比你灵活多了。小时候这样，哎，小时候啊，经常就是有没有问过你，你是怎么来的？啊，这个都问过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你充话费送的？垃圾桶捡的，我多半有说这个的，摇号摇的，啊，当中奖了那是，都有啊，哈，你是怎么来的？我那会儿我套圈套的，多大圈套这个？套一煤气罐，怎么就能套中的那个？我没问过我这个，反正我就知道我妈跟我说我不是顺产，对，她是剖腹产，你是剖腹产的，你们一家子剖腹产。你们全小区剖腹产，剖腹产说的就是这个字儿，剖腹产。哦，我东北人有口音。东北人，你得说清楚了，一个是刀口，一个是原来的母亲，知道吗？就剖腹产的。行，你就剖腹产的。我不是，我是拉箱捡的。哦，我以为你是垃圾箱剖腹产的呢。我妈老跟我说你就是垃圾箱捡的，我妈就带我就是来看看，这是你亲妈，哦，带我上垃圾旁边哦，合着你的亲妈是你的养母，你的亲爹是你的养父，不是人家小时候这么说吗？哦，对，有毛病，这会儿嫌你了，哎呀，这孩子粗生的这个根儿啊。后来我问我妈，我说妈，我是那个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？啊，你是有害垃圾，你是，还挑那好的呢，废话了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老太太开玩笑，别较真。我们那是农村孩子，不就这么样吗？哦，是是，对不对？跟垃圾箱捡的差不多。那跟出去散养都那样。跟我们城里没法比。他们城北京孩子，嗯，那是掌上明珠啊。那可不嘛。他生下来的时候了不得。你给说说，他独生子。对。生下来的他生下来是36斤。是不？当时那就是煤气罐呐。36斤，不是3.6斤，3.6斤，你看错了，3.6，7斤2两，3.6公斤，对，3.6公斤，哎，生出是一坨吗？一坨，我妈是大便干燥了，是怎么了？生出来是个肉球，他爸啪一刀劈开了，他来空手接白刃，啪，差点把地板毁了。
是不是有这个？是，我是哪吒，我是。我记得吧？没有这个啊，反正生出来了不得，长明珠一般呢。刚生出来就看出来了啊！好了，他爸，你看这个，找一大师给起的名字嘛。起名字。大师来了，端详了半天，怎么样？给出八个大字。哪八个字？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不是啊，不是这个。那什么呀？是奇丑无比，建议退货。没听说过。好家伙的，还包邮包退呢，这个。那时候你长得来说就比现在还难看。我压根儿我也没请过大师，我们家是不是吧？没请过。后来好不容易长大了，嗯，好不容易。就后来那时候怕他死了啊，老怕他夭折。对，夭折像话吗？夭折。对，嗯，不好养活嘛，嗯，一直到他了上了幼儿园的时候，哦，差不多了，是算是显露出奇才了。我那会儿就展露出来，就在班级里边，你看一般来说小孩都是什么，你看读过书啊，对不对、嗯、也就是那个写个字啊好点儿。他在这方面来说一般、哦、但你要说啊什么来，这今天有个什么体操跳远排名第一，哦，展示自己的时候表演永远第一名，还有文艺班会老师一点名，对，李雷唱歌，李雷，韩妹妹跳个舞，老师按照英语本第一页叫的名是吗？有啊，岳云鹏，小岳，唱五环，那会儿就有这歌了，类似吧？啊，到他了，到我，蓝浩岩到，银枪刺猴，对，没听说过，人家都才艺展示，到我这儿要命去了。后来老师也琢磨了，来不了这个，对他没有脖子，我禁止人身攻击啊，对，命运都无法遏制住他的喉咙。我不是没脖子，我是脖子短。对，就轻易不露。哪儿？你才缩壳里呢，怎么说话呢？对不对？那时候老有这个。嗯。考试对他的意义就是让他知道班里一共有多少个人。我就是最后一名。嗯、每次考完试之后，老师都给他叫过来。狼言，来、嗯，过来。他，哎，我是没脖子还是没心眼儿啊？不是，走得慢点儿啊。走得慢点。哎，老师。都那样，来来来，看看这成绩，来，把你爸找来，还请家长。他爸一来，扫目打脸的，都知道。嗯，老师说，来来来，看看吧，这你儿子考的，怎么样？你瞅，这你考的哈，我们一个大嘴巴子，语文零分，你行啊，你行啊。我爸手没那么欠过。要这样我早给他咬下去了。数学五分，你行啊。狼言，嗯，你有点偏科啊。我爸以前也是说相声的。瞅瞅瞅瞅，行了，嗯，老师啊，放心吧，这孩子不要啊，今晚我就回去生二胎。对，没那么快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开始吃叶酸。你一大老爷们吃什么叶酸呢？这个我媳妇没空，我帮他吃。你要头一胎不吃叶酸，我不至于这样。我跟你说吧，你放心吧，今晚你就看我表不表现吧。你跟老师说这干嘛呀？今晚我努努力，我生个双胞胎，我不要这个了。你说我爸有毛病，跟老师，老师你看我表现吧，神经病啊！回家了，回家他领他一到家，没有别的，两口子就打架啊，偶尔打一打，他偶尔，对 对, 对，真动手啊！好的，就因为他俩人吵起来，这孩子这样怨谁呀、啊？你说怨谁呀、啊？两口子动手打起来了，打得不可开交啊！啊，到后来给他妈是真打急了。我妈急了啊、嗯，拿起一瓶敌敌畏来。哟，行啊，老狼，嗯，你今天这样对我，我就让你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。这可真急，掌柜的，失去谁？我妈惯我呀。对呀、啊，对，你爸一把就抢过来了。对呀、啊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哦，我爸啊。起嘎掉了，他还是个孩子呀。对，半瓶够了，走走走走。我等怎么着拦半天，是因为我就值这半瓶的量是吗？留半瓶，万一咱俩今天晚上那不行呢？那半瓶你们俩喝了算了。你看你爸你妈是不是老打？是老打，打一辈子架，因为你都不离婚，为什么？那是因为疼我，因为谁也不想要你的抚养权。可照他那么说，我是垃圾桶捡来的。
您别听他胡说，我爸我妈疼着我着呢，独生子都疼着我。确实也有疼他的时候，不是也有。他父亲疼他就像亲儿子一样，那可不，本来就是亲的。疼他体现在哪儿啊？每天上学放学都是他爸来完成这个接送工作。对，甭管今天什么天气，嗯，比方说今天八级大风，九级雷暴，十级海啸，这是要送哥斯拉吧？这是。十一级冰雹，十一级冰雹，好，擎天柱都领不了这个。好，一般家孩子啊，今天这天啊，咱就请个假不去了。二班的也别去了，就干嘛一班的呀？你，我三班的。对，你是，他爸不行。我六班的，知道吗？不行，今天就算下刀子，怎么样？我也背着你去。对，背着我去，拿我当案板了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不能耽误学习呀、啊！护送着我去。对呀、啊，你看他语文的成绩得往上提一提呀、啊。是，那考虑到命的界限呢，这。有一天下特别大的大雨，嗯，他爸接他去，就带了一把伞。哟，这时候看出父爱的伟大。怎么呢？啊，他一出来，儿子，嗯，哎，占我便宜是吧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儿啊，嗯。这不打也好像少一人似的。哎呀，下这么大雨，就这一把伞，儿子，这把伞给你，你打伞。那爸爸你呢？我打车。我这什么爸爸这是？怎么了？我打伞，我爸爸打车。搭车吃哇搭。就您这么拼这搭字，我就开始怀疑，怎么叫搭车呢？搭的二八自行车。二八自行车。对了，那时候不像现在一挥手滴滴什么全来了啊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自行车骑二八。对，爸爸我搭这个车。哦哦哦，好，嗯，你上来吧。我我上来。这病一时半会儿好不了。来，带大梁那个二八自行车都见过吧？ 是我知道。来，坐后面吧，后面那架子上。他往后面一坐，嗯，他爸坐好了，嗯，走。走什么走啊？哎，再瞧他。掉下了，多新鲜！您这脚也忒狠了，真是这孩子们掉下之后，他那会儿正好那个脑袋呀、啊、就栽到泥坑里了。你瞧这寸劲儿，小水坑就这么大。嗯，他那时候还光头。对，你知道吧？我打小都没头发呀，就那时候多多少少沾点化疗。我活到现在不易呀、啊，那是脑袋。你们家化疗三十多年，我不知道，我成老字号了。我可能那时候是谢顶，没听说过。光头啊，跟那个水和泥啊就产生一个吸力。啊，他爸爸给他拔出来，我爸拔出一马桶揣子来，给他蹦出来嘛。嗯，这脑袋是光的嘛，蹦出之后疼啊，他哇哇的哭，哎，你哭了。他爸说别哭别哭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给你带好吃的了。我这表情什么好吃的呀？就你最爱吃那个。哪个呀？棒棒糖。看他不哭了。废话，都快捅过去了，能哭吗？来来来，坐好了。嗯，坐好了。嗯。准备出发啊！别提了啊！你不一定再有第二个棒棒糖。嗯，爸爸这能装。你呀、啊，你没那么多兜你俩好几个兜呢。好好好吧，啊，坐好了。哎，这会儿就没法骑了。这会儿爸爸掏裆骑，掏裆骑，掏裆骑。哎呦，不是这个姿势怎么骑呀、啊？左手把好把，右手把大梁，刹车脚点地，下雨算个屁呀、啊！我爸这姿势太难拿了，你蹬起来，这还能蹬起来？风驰电掣呀！哎呦嚯！好家伙，他在后边啊，你说那个时候来说，就能体现出他的孝心。怎么呢？你别看这那时候他小，嗯，但是不缺心眼。对，压根儿也不缺。他知道爸爸在前面蹬着车子，淋着雨，对，冒雨，心疼啊。就一把伞，他想把这伞给爸爸也撑着点，这就对了啊。但是他那时候个头不够高啊，矮，比现在也就高一点。对。我抽抽了是吗？比现在矮一点，矮多了。对了，撑着点，这个往上一够，坏，怎么的？这脚啊，插到车轱辘里了。哎呀，憋着了，插到车轱辘里边了。这会儿，哎呦，疼的他都不敢喊。那怎么不喊呢？一喊，棒棒糖不掉了吗？我太贪吃了，我这是啊。但是他爸爸感觉到了，嗯，就是阻力。对了，蹬发现怎么蹬不动了，这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站起来蹬，站起来。啊。我爸缺心眼儿是吧？你不回头看一眼啊？发现的时候他都磨到大胯了。
彻底没腿了。哎呦，都基本休克了。嗯，赶紧往医院奔吧。啊，还心急如焚呢。是，没瞧见前面一个大水沟啊。哦，说迟那时快，车子来到近前，噌的一下呀。啊，哎，这会儿他爸爸一个后空翻跳下，我爸跳下去了。对，他跟车掉沟里，那可不得掉进去吗？他爸爸说：“哎呀，这孩子你怎么不跳下来呀？我腿都磨没了，我上哪儿跳下去呀？”哎呀，真是的，赶紧吧！他爸爸又一个扎进去了，嗯，赶紧救他吧。哦，这时候街坊邻居啊，走道遛弯都来着，帮着一块捞，赶紧捞吧！一边捞还一边劝他爸爸，怎么劝的呀？先救孩子。对，捞车呢，不管我呀。他爸爸，我这车租的，啊、别哭了，这不是有毛病吗？真实事迹。谁说真实事迹？你是不是上这？你让这儿作秀来了？没有没有，这体现你爸爸对你的关心、啊、你体现谁的关心啊、哎、你有毛病吧？刚才在台上说咱俩合作十三四年了，没互相怼回过啊？这上台了32分钟半全是你说我的话，你有病吗？没有。你是不是心里阴暗啊？你没家了？张伦，你是不是没爸爸呀？没有父爱是吧？没问题，咱今儿在这儿给你来一回啊。现在台下的有没有愿意当张鹤伦爸爸的？公公妈呀！咱们也海选，对不对？咱们也 PK。行了，行，好吧。哎，不光找你爸爸，连你妈咱都找一块儿，出双入对的，200多人，还生气了。100多爸爸，100多妈在一块儿，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瞧瞧多好。干嘛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多少年没见着驴拉磨了，我跟你说吧，你往这边来。干嘛真生气了是吧？废话，有你这么说我们家的吗？我这不说你爸疼你吗？我爸不疼，我疼，腿都没了。说你爸爸对你的那种关爱，这是关爱？就是我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心理。你主要是嫉妒，你知道吗？多多少少沾点嫉妒。没有多多少少，那时候人家是城里的孩子呀，那真是找话怎么说，含在嘴里怕咽了，顶在脑袋上怕吓着。我就是那棒棒糖，就捧老词儿，嗯，对不对？要什么给什么。那时候要猩猩不敢给猴子，对，他那是到动物园去了。要猩猩不敢给月亮。对了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嗯，哪像我们啊？你怎么了？农村的孩子，东北农村嘛。我出生在伊春之下的一个小村庄，哦，特别的穷。打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，好人一生平安呐。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张立民的家园。快来吧兄弟，也就哥哥没腿能给你来这个，但凡别人都来不了。你干嘛呀？啊，你怎么了你？我这不是配合你吗？你刚才就从小我这家是不是我煽情一点不行吗？你煽什么情？我还真是你那样吗？我这比你熟练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不，流浪，我们都唱这个一样啊，版本不同。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我是羡慕你，但是没说到那种去要饭去。家里边穷，这是穷到什么程度呢？啊，你说，比方说到冬天，过年快过年了，我说妈，你看鞋坏了，冻脚，冻脚。我妈说冻脚啊，嗯，等开春就好了。你看你妈多和蔼呀、啊！要跟我都不会，因为我腿早磨没了。我们那时候，我看要什么鞋没有啊？东北孩子有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要什么就像什么。不，这我没明白，什么叫要什么就像什么呀？我说妈妈妈，我要冰棍儿。看你长得像冰棍儿，就这样啊。妈妈妈，我要糖葫芦。看你长得像糖葫芦，脑袋没毛还吃糖葫芦，回家去。妈妈妈，我要变形金刚。看你长成变形金刚，没有腰还变形金刚，回家。妈妈妈，我要塞巴斯蒂安·加比埃尔·巴里斯图塔签名版的限量款的足球鞋。我看你长，你要什么？塞巴斯蒂安·加比埃尔·巴里斯图塔签名版的限量款的足球鞋。妈妈妈妈，妈，东北孩子不要这个。东北孩子怎么不要这个？东北就不要。东北孩子也得穿鞋呀。不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开春了。去你的吧。